刘信义在画画，画那个是英国国旗。不是，这是爱心。那个是爱心。嗯。这个是吴信义跌倒了。这块爱心，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你的。这是大的，是你的。大的爱心啊。嗯，这是大的给你的，然后小的是给我的。没有给妈妈的、啊。因为我没有写给爸爸，那我就写给妈妈，不是，我就写给爸爸。有没有写给妈妈？对啊，我忘记得写给妈妈了。哦，啊，要写一个给妈妈吗？写一个。那你要借我一张纸啊。这里还有很多个地方可以画。对啊，还有白白的可以画。哇，画这么大一个、啊！是列车吧？但是这个是列车。这是什么列车？要去屏东找工人吗？那个屏东？去屏东找瑞坑哥哥那个屏东。红月那里叫做屏东阿公那边。对呀、啊。他是列车。那是什么列车？这列车长对吧？是毛毛虫列车吗？不是啊，知道了没有？知道什么呢？你看这个列车这么长。列车怎么长？这样太危险。看列车，这是列车，你看。不会写列车。你看。我看什么？这个。嗯。那个是米字列车。嗯，我想这个是碰碰车。碰碰车。碰碰车啊。其实，然后这也是载行李的。然后大家转来转去。然后，对呀、啊，都转扁了这样子。对，而且啊啊啊啊啊啊！这个是碰碰车。对，这是棒棒车。你会玩碰碰车的耶？棒棒车。你会自己开吗？棒棒车。啊？在这个里面开棒棒车。那你有自己开碰碰车吗？那换一个语句了。你有自己开吗？然后玩一个脚。脚。然后这边换一个身体。然后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，我一个碰碰车。